韩国瑜不同组合的情况之下呢，他都赢七个百分点以上。北科南韩都在他们自己的本命区，反而是满意度是比较低的啊。韩国瑜这几天的表现哦，三步了，准备不足，担当不够 ，EQ 不见，他应该从神坛上慢慢走下来。郭董的直播不到12个小时，今晚六点，国民大会。